在下长林府萧平京，老阁主不好了，你哥哥淹死了！我邯郸小神龙有那么容易淹死吗？大哥，老阁主经常捉弄你啊，我也总捉弄他。 性情飞扬，你再历练他，骨子里也是改不了的。大哥，没事儿。正是因为偏爱他，才宁愿他一生能受父兄的庇佑，随性而为。大哥，得嘞，就是舍不得大嫂你这口吃的。 李信，你真的变坏了。父皇，听说平津哥哥回京了。原是你小子肯定会激动。平津看看，听说你受伤了，伤在哪儿啊？ 是不是我最近一直没有登门，你有些想我了？